你怎么来了？我不是散开吗？不是，潘心凌素质不好，是不是过来帮你来了？你看，总算你交给我，不是，全都交给你，这我不逆着。 司令，你的心理素质这么差吗？出来呀！藏猫猫是不是？人呢？哼！政治部啊，政治部，大进攻，跟班长学学，那特种兵就是不一样啊！ 拿枪的人又不是我，记住，在战场上犹豫比退缩更可怕。明白。将军，出来！ 还不如这样吧，以后你们就并进坦克连，我们开坦克，你们跟在后头出主，好不好啊？
牛，老牛。哎，这就是你来打败我的方法吗？啊，一棒掏成泥。哎，我们五个人说了三个，你呢？等于全部报销了。行啊，小子，偷袭我指挥部这招，谁教你的？孙子教的。兵者，诡道也嘛。我跟你们说啊，你们班长跟这个杨君宇还真的挺熟，他们两个刚入伍不久的时候一起参加过维和部队，还到海外执行过任务。哼，哎，那根据我与生俱来的第六感呢，他俩肯定不对付。你有个锤子，第六感，第六感，呸呸呸，好的不灵，坏的灵啊！啊不不，呸呸呸，坏的不灵，好的灵。这个杨俊宇要是跟我们班长不对付，哎，剩下这几天我怕我们是背不住了。怕什么？万事有我。张德亮，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安分点，别再惹出麻烦，让班长帮你收拾啊。咱俩这是熬鹰的，你是鹰了，一点不困你。哎，你别说，你带的这几个新兵蛋子啊，还行，有几个好苗子。不过，最好是好好再练练。你这是说我练他们练的不够狠呢，还是质疑新兵的作训大纲有问题啊？这部队里的作训计划呀，都有提升的空间。哎，咱们这个轮训的目的是什么呀？求新求变呀！以后呢，这作战部队要改变，新兵也得改变。要再发现几个好苗子就更好了。哎，行行行，不说他们了，说说你吧。哎，我。我可一直都盯着你呢，我有什么事啊？提干，提干的事儿就别提不提不提。哎呀，我说你这个牛牛，咱们当时怎么说的来着？啊，当兵后悔仨月，不当兵后悔一辈子。咱为啥当兵啊？哎，那你这接下来是什么作训模式啊？我得知道知道啊。刺探军情，你是不是想判断你跟他们在一起还是跟我在一起啊？就不告诉你，但是我可以肯定你得跟着我。是。谁做的？啊，把蔓延的给打了，把蔓延的给杀了。报告，菜是我做的，有什么问题吗？又是你。哎，我就想问问你啊，你是口味本来就这么重啊，还是故意往这菜里多加盐啊？大家作训很辛苦，盐分流失比较重。再说了，我们年轻人就是喜欢吃口味重一点，营养专家啊！我们连队里边出了个营养专家，来呱唧呱唧。牛总理，到，50个俯卧撑现在就做。是。凭什么？什么凭什么？凭他带兵无方啊！
附近还有饭馆吗？2公里外有。走，出去吃。哦。你们要用最快的速度跑到对面的山头。现在是下午4点，6点之前必须赶回来。到了山上，你们会发现有我们一个特战连岗哨。见到了这个岗哨后，你们就知道今天的暗号。明白吗？明白。报告。讲。我想知道这次训练的目的是什么。不用知道，我知道就行。来，报告，讲。请问我们如何找到特战连岗哨？军方指使。是。不行了，不行了！哎，这山头瞅着挺近的，怎么跑起来这么远呢？我脚上的水泡都跑没了，全磨破了。别说了，去当时拉练吧。别歇着呀，这才哪到哪儿啊？麻烦还在后面呢。别给我们坦克新兵丢人，行吗？啊！在一座山上，找到一个穿特战连制式迷彩服的士兵，2个小时，你觉得可能吗？你这是在问我，还是在问他？废话那么多。看着我的眼睛，再讲一遍。在一座山上，找到一个穿特战连制式迷彩服的士兵，2个小时，我觉得不可能。听明白了吗？明白。大雷在干什么？什么东西啊？怎么扔掉了？什么东西啊？你看，白纸啊。哎，有字嘞，哎，还挺用心。看，幼稚，啥意思？疼的你的鬼！
我觉得这样找不是办法啊！你别忘了，他们是特战连。这样，我们得看看高处，注意植被。植被很重要，他们肯定会用植被去掩盖，但是跟真正的植被肯定会不一样。继续。王雄，哎，干什么？前面看，快，快，那是个人啊！别躲了，出来吧。小子，判断的挺准啊！少废话，快说，暗语是什么？一群讨吃鬼。啊？暗语是一群讨吃鬼。说哪里话？你回去就知道了。啊！大老远让我跑过来，就为了骂我们是吧？非常正确。我这回是真的碰到你这个鬼。那走吧，知道了。啊？一群讨吃鬼。也要回去吃饭啊。哎，回来了。杨俊宇呢？他吃完饭走了。刚到六点钟，吃完饭就走了。他吃完饭，我们不用吃的。这个杨连长说了，他吃完你们还没回来，就不用给你们留饭了。不，他什么意思啊？那我们吃饭的时间还得根据他吃没吃完决定啊！我碰到你的鬼了！你报告，进。杨连长，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们没有饭吃？暗号知道了吗？知道了。啥？一群讨吃鬼。不是什么好话吧？就是一群废物的意思。在我们坦克面前，你们特种兵不过也是一群讨吃鬼。你小子挺有种。嗯，不要经常把你是一个坦克兵的优越感带出来啊。我想问问你，万一哪天在战场上你这个坦克兵离开了坦克，你是谁啊？你就是一个孤军奋战的步兵，那你怎么体现你的军事技能？你怎么服从你的指令啊？你怎么保护自己，让自己活下来啊？你呀，不要经常把优越感带出来，不要在这儿老叫嚣啊！没人生下来就愿意叫嚣，我们也是分人。觉悟挺高，训练场上见吧。左右，向右看，进，向前看，稍息，一排集合完毕，请指示。全体左右，向后转。你们今天的训练科目就是爬上这个山坡，只要爬上去，就算你们胜利。
但是要爬不上去，就会无限制的循环，永远都到不了下一刻的训练项目。都听明白了没有？明白了。第一排，准备，开始。他们就五个人，咱们几个班车轮战，累把他们累死。他们占据地形优势，我们很难上的。对呀、啊，而且是五个特种兵哎，他跟门神一样。第二排准备，开始。不是，这说了半天咋上啊？蒋德亮，有没有主意？没主意。你上。第三排准备，冲！呀！怎么样，你们平常不是挺牛的吗？不行了，这只是特种兵最常规的训练科目，一棒掏彻龟。刘部长，我都害臊。平时那400米障碍白练了，就这么个小土坡，这么几个人啊，带着护具一个个的，武装带，手套都开了。笨蛋，再来，全体都有，继续，第一排，准备。开始，第二排，准备。我有注意了，无上无下，后面的人找我做。第三排，准备。
司机，司机，讲讲，同志们，今天的演习有些残酷，不过今天也是我最后一次参与到你们的特训科目当中。你们眼前的这些装备，老兵并不感到陌生，新兵一定会感到新鲜。今天特训科目的内容，每个人写子弹50发，在战斗的过程中，你们的头、腹、胸、背被子弹击中1发，便判为伤亡，一旦受伤淘汰出局。如有犯规，在我带你们的这段时间里边，所有的特训科目成绩归零。最后的要求就是要剩5名优秀的战士，听明白没有？明白。听明白没有？明白。不明白讲。他们的敌人在哪儿？我刚才讲的不够清楚吗？最后剩下5名优秀的战士。你的意思是让他们自相残杀？是这个意思。上了战场之后，态势千变万化，要随时处置各种敌情。演习以班为单位，目标是聚营区往北3公里的林区内，时间限制为下午4点之前。我再重申一遍，我要的是最后只剩5个人，如剩了5人以上，所有新兵连成绩均为失败，明白没有？明白。报告。讲。我请求和新兵在一起。为什么？我是1班长兼代理排长，作为排长不得参加作训，但这样就意味着1班没有班长。这次的作训科目是实战演习，跟其他班相比没有班长不公平。请求被驳回。离此次战斗演习还有半个小时，大家做好准备。我宣布战斗半小时之后开始。会成为我的敌人吗？别问我，我知道的跟你一样多。好好记住啊，去警戒。他们只要最后剩下5个人，所以一旦战斗开始，我们必须形成至少5人的战斗小组，这样的话火力才能集中。你说的对，这样也能避免我们自相残杀。还有啊，你们每个人50发子弹，不要以为很多，一下就打光了，省着点用的。能用啊。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真人 CS 没玩过？这小屁孩，你当时打游戏呢？这可是演习。你们爱信不信。我的建议是呢，大家尽可能隐藏起来，等到差不多的时候再出来收拾残局。好主意。那他们要是发现我们怎么办？马上撤退，避免交战。弄不好其他人也这么想啊。4点钟之前，我们必须把我们排里的其他人全部干掉。如果能拖到3点钟左右，相信幸存者就会出来猎杀对方，到时候谁胜谁负就一目了然。班长不在，我们必须要团结，这样我们才能笑到最后。我可笑不出来，这个科目根本就不是一个团结的科目。像是2班和3班，这种对攻战持续不了多久，很快这2个班的警员就会过来。这可是乱战了，
这最少得1000多发子弹干进去了。后撤，后撤！大家都挺小心啊，都不敢恋战啊。现在距离下午4点还有3个小时，谁都不愿意主动出击，除非是遭遇战。那边。伤亡情况正在统计中，二排一班战损一人。打得真猛啊！我这真的是碰到你这鬼了，都说是自己人了，还不好意思开枪，这枪一响，什么都顾不上。别的时候到了啊，这真是不管不顾的偷袭啊。哎，我们去不去？不去。去。准备加入他们的混战啊！我趁两局全扔子弹回来，拼到最后拼的就是这个。有麻烦记得掩护我啊！王先生，算您。多担待，结束以后请你搓一顿。这仗打，每个人都想占便宜是吧？打仗嘛，拼消耗也是取胜之道，是不是？哎，抱歉啊，你们班在哪儿啊？啊，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别那么多废话。队长啊，咱们这个玩的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废什么话啊，所有作训的结果是应该你来评估吗？是。一支没有杀气的队伍怎么能做到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这一次所有作训的结果我会亲自向蓝旅长汇报。蓝旅长说过，不要放弃任何一次改变的机会，只有这样我们九旅才能走到所有兄弟部队的前面。哎，小王，队尾那个是不是你老乡啊？哎，是的是的，我跟他坐一辆车来的。哎，我不想开枪。都是战友，我也不想开枪。
Have a good time. 还有半个小时，作训就结束了。还剩23个人，看来这个结果够惨烈的呀。哎，队长，牛班长的一班打得不错。哎，可别这么说。玄，你们的要求不是最后剩下的人不能超过5个吗？要是多了呢？我相信他们自己会解决这个问题的。培养士兵的血性有很多种方法，自相残杀不好。那你的意思呢？你放心，这些作训科目在我们特战大队的新兵连早已经实施过好多次了。这是部队，不是你为所欲为的地方。装甲兵跟特种兵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非要按你套路来，墨守成规，固步自封。那你的意思让特种兵也去参加装甲兵的训练科目？如果有机会我会试试。目前这种机会不可能，他们是新兵，不是成熟的坦克兵。哎，去哪儿呀？制止所有不科学的作训模式，让轮训的指挥员清醒一下。贵啊，贵阳靖宇，撤离。哎，你别动！怎么死了你还搁这玩诈尸啊？是不玩不起？张能量，我认识你。看到我们班的人了吗？没有。你现在是个死人了，赶快跟我说实话。那边呢？那边呢？去啊。好啊。规定，如果再不撤出战场，你们班成绩取消。哎呦，你怎么来了？幸亏我躲得快，不然这忙我还帮不上了。我来帮你们来了。你别过来啊，我现在谁也不相信。哼，打红眼了你啊。啊，我开枪了。我的话你都不信了？别过来，我开枪了。谢谢啊。
差点报销了。你不能报销啊，你后面还有大事要干呢。走吧，带我找找咱们班那几块料去。没给咱们班丢脸，啊，还都活着呢。现在就剩咱们班建筑队前了。不是班长，你说按杨俊宇这么整，我们内部还得消化呀。哎呦，我真的是碰到你的鬼嘞！这打了一天，搞来搞去都是自己人打自己人，你们把我打死算了，我不搞了。我决定了。对，班长，我选择自我了断，不给你们出难题。都是一个班的，我知道你们下不去手。你到那面找根绳在树上吊死得了，还自我了断。不是班长，这种训练我真的是无法理解。哎，行了，我知道你们一个个都不想自我残杀，我现在有个办法。班长，你从杨俊宇的指挥部跑出来，应该跟我想的一样的。你想到了？这是终结这次作训最合理的方式。好好干。啊？搞了半天你不去啊？哎，本来我也是想着跟你们并肩作战，好好干一仗，但现在确实干不成了。哎，如果我要硬要参战，会影响你们的成绩，你们可能都是大零蛋。啊？哎，那想了半天，到底是这又是这个那个的，什么意思啊？怎么搞？干掉杨俊宇！啊啊！你看，我就知道你不在，他们肯定这种反应。谁说我不在？加油！队长，这枪声怎么越来越小啊？3公里，剩下20几个人，正常。你说他们俩会不会来找我呀？啥？谁俩？牛排和 Power。 走，他俩来来干掉我？就他俩？哼，看来结束这场演习只有这一种可能。班长，已经到达连指外围，现在没什么动静，怎么办？想办法暴露他们的火力点。暴露火力点？哎，亮亮，我有个 idea， 我走过去吧。哎呀，我老想着就义啊！我们这一招就是让咱们班一个都别牺牲。不是，怎么暴露火力点啊？用烟雾弹。烟雾弹？嗯。要干嘛呀？动动脑子，不然杨俊宇出不来。哦，明白明白。过来。别慌啊，凭我对杨俊宇的了解，他不会轻易暴露自己。
杨连长，他们来了。这帮小兔崽子！杨连长，他们来了。散开吗？不是，怕你心理素质不好，是我过来帮你来了。你看，总算你交给我，不是全都交给你，这我不你扔。心理素质这么差吗？出来呀、啊！藏猫猫是不是？人呢？
政治部啊，政治部，阿庆东，跟班长学学，那特种兵就是不一样啊。班长，我现在看不到他人，到处都是烟。你别慌，他会出现在最不可能出现的地方，留点神。我觉得他就在我身边。拿枪的人又不是我，记住，在战场上犹豫比退缩更可怕。明白。杨俊宇，出来！以后你们就并进坦克连，我们开坦克，你们跟在后头出主，好不好啊？你来打败我的方法吗？啊！一帮偷车鬼！哎，我们五个人收了三个，你呢？等于全部报销了。行啊，小子，偷袭我指挥部这招，谁教你的？孙子教的。兵者，诡道也嘛。12天。09个小时，是这一次我和大家相处的时间。我很荣幸看到了你们95号新兵蛋子的个性，甚至霸气。啊，我承认，你们确实是与众不同的。此处应该有掌声吧？行啊，不鼓掌也行。违心的掌声，我也不惜的要。不过我要告诉大家，我来这儿的目的，不是把你们训练成特种兵，而是要让你们知道，你们离一个优秀合格的士兵，到底距离有多远。什么是士兵？服从命令是士兵，严格训练是士兵，勇往直前是士兵，牢记使命是士兵，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处处的说闲话逞英雄，目空一切，质疑一切。啊，说句心里话，我也是一个喜欢改变的人，我也想做一些和前人不一样的东西。可是我行，你们不可以，至少是现在不可以。提出质疑的前提是，首先要你自己变得强大。同志们，这次作战的成绩好的，我得恭喜你们；成绩差者，
我更得恭喜你们。不过马上我就要走了。一望曹树奎，报告，讲，杨连长，我们的成绩单呢？什么时候发？会发给你的。张德亮，报，我正式的通知你，这次特训的成绩，你垫底。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不需要知道为什么。是，大家都有目共睹，你很多特训的科目完成的确实不错，甚至有几科超出了我的想象。可是最后一科，我是要决出五名优秀的士兵，而你带人偷袭了我的指挥部，还一把火把它给烧了，是不是你做的？是。好，有胆子承认就是好同志。张能亮，其实我对你这种所谓的突发奇想无所谓，换了我没准也可以这么做，可是你不行，你是士兵，这里是部队，部队就要有部队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谁坏了规矩就要接受处罚。我通知大家，此次特训成绩没有成绩优秀者，同志们，我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有机会和你们一起并肩战斗。别在这儿晃了，我什么时候晃了？我这叫溜达。你说这半天怎么还没来个信儿啊？你这让人急死了这。哎，咱班这次成绩不高啊。我约摸啊，这二班三班都得在我们顶上。担心什么呢？你看没成绩的多淡定。是低分高能，来，我就只听说过高分低能啊。我说的是真心话，好吧？哎，张能亮，我有句话，不知当讲否？不当讲。那我还是要讲，张能亮，你素质确实好 ，but 就你这个性格啊，是吧？要么你一定是我们班成绩最好的。嗯，说的挺中肯。鼓掌。哎，但是讲真话。我们这次成绩啊，不会影响到下联，对吧？对呀，啊，不会影响吧？你想，这个坦克是谁想摸就能摸的吗？你现在的成绩不好，你下联队能让你碰坦克，不可能的。对，这就相当于高一没练好，你想练到高二费劲，怎么样？那就直接升高三呗。哎，吹牛逼不要停哦。哎，我觉得不会啊。你们想啊，我们是坦克营的新兵。这都是定向培养啊，训练我们的也都是坦克营的老兵啊，我觉得肯定不会影响。哎，行了行了，别猜了，这个都不要这么消极。再说成绩单不是还没发下来呢吗？再说了，就算出来，每个人他也有他的分数嘛。聊什么呢？班长来了。班长。班长，你们是真给我长脸呀、啊？班长，我们这次不会影响到下联吧？看看你们这个见不得人的成绩单，
发给大家。是啊。回营里啊，每个人都到图书馆给我借书去，看，听见没有？听见了，听见了。光听见有什么用？不明白的问我啊。谢谢班长，谢谢班长，谢谢班长。你多少分啊？哎，你们都多少分啊？哦呦，89，我咋89呢？成绩可以啊。哎，你们那几个多少分啊？你说吧。三秒钟，面向我集合。三、二、一，停。不错，啊，现在有点兵样了。新训任务今天已经结束了，明天是你们正式的授衔仪式，以后你们就是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肌肉。这身军装不是随随便便穿在身上的，要时刻牢记。班长，然后呢？说完了，时刻牢记。是，时刻牢记。俺叫张世斌，是九旅一营的营长。今天我们在野外驻训基地举行新兵授衔仪式，在这个神圣的时刻，咱们九旅孟小海孟副旅长也亲临现场。下面我宣布新兵授衔仪式现在开始，全体。
坚持坚决。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卫祖国，誓死保卫祖国，宣誓人孟小海，宣誓人孟小海，拉枪张一腾，全体都好，送军旗，军里面，下面由我们孟副旅长为大家讲话。上去，士兵们，当你们戴上军衔的时候，你们便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成为中国人民陆军的一员，成为中国坦克部队的一员。从此，你们的生活将掀开新的一页。在此，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但是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你们还有很多路要走，请你们记住，困难挫折忍耐是部队的常态，英勇顽强进步是你们的使命。一个强大的国家必然有强大的军队，强大的军队必有强大的军人。士兵们，回答我，强大的军人在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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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光荣的人民解放军。现在军队的颜值担当，对于本次军改，是我们中国军队和每一位军人即将面对的一次史无前例的变革。在加强党对军队全面领导的基础上，要减少机关、支援保障等非作战人员的数量，把资源向一线部队倾斜，简单来说就是增牙减尾。作为一线作战部队，我们当前首要任务就是要研究如何打好仗、打胜仗，把我们最大的精力全部投入到提高部队战斗力当中来。为此，我们战区已经启动了新型合成化部队的组建和训练工作，
九旅是一支王牌的装甲兵部队，我们要在这次合成化部队的探索中摸索出自己的道路，以续写九旅的辉煌，实践人民军队忠于党、随时准备上战场的具体担当。同志们，在我看来，机遇和挑战并存，因此在此之前，九旅上下官兵要统一好思想。你哪个班的？这里不能进。我坦克一营的。坦克一营，这没有具体的作训任务，任何人不能进入车站。啊，我知道，我马上要上坦克了，我就进去看看。进来看看，好，没问题。那等你什么时候学会了车场进出条令，你再过来吧。好。命令下达了，就是风向标。我们有了强大的支持和保障，但是具体的落实和实践需要我们在座每一位同志拿出具体的行动来落实。传统的装甲部队战法要逐渐被新型的合成战法所替代，我们旅即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全面革新战斗指挥和管理模式，这必将给我们旅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和困难。根据上级命令，我旅即将开始缩减装甲部队的规模，提高陆航、导弹、防化、支援保障等科技兵种的战斗力，以合成和协同打击作为主要作战方式。对于合成营的组建就是最好的印证。在大规模战斗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下，一支多面手的能够迅速机动迅速展开的营级单位是能够完成多种战斗任务，甚至是战略层面的作战任务的。金发，收拾干净了，再仔细检查一遍。这怎么样了？啊，修是修好，可是这个声音不太对。转向的时候老听到嗡嗡的有动静，你看，你看。班长，啊。我来说两句哈。在座的每一位时刻都在关注着最新的军事动态，尤其是装甲部队的发展趋势。我相信刚才旅长所说的军改总体大方向，在座的各位都不会反对。但是我呢，有个疑惑。我们看这十年或二十年国外发生的战争，要么交战双方都不是军事强国，没有强大的装甲力量；要么呢，交战双方悬殊太大，出于减少伤亡的考虑，尽量避免使用大规模的装甲力量。那么由此做出要削减装甲部队规模的结论是不是有点仓促？我认为装甲部队主力的位置不应该有任何动摇，在此基础上再辅以其他火力及辅助部队，着重建设好支援保障部队，才是我们旅合成作战的发展方向。孟副旅长说的有道理，但是一只握紧的拳头总比挥出去的巴掌力量要大得多吧。从这儿到这儿的距离是没问题的啊。
哟，谁这是？检查完了，没什么毛病。等会儿，我看你有点毛病，跟我下来。班长，我真的什么都没碰，我就进去看看。还挺狡猾。哪个连的？一营坦克连的。新兵。也不算新兵，下连了。你以为瘦了小孩就不是新兵了啊？挺着急啊。是不是做梦都想当坦克兵啊？那是啊，谁不想呢？以后啊，别自己偷着来了啊。你们这下连还得学习一阵呢，不可能让你们马上进坦克进行实操。那一般情况下，像我们这样要练多久才能上去？这你别问我，得看你自己的悟性了。您班长谁啊？牛努力。哦，下连可能也是他。你小子命不错啊，能谈上他，但是你得扛得住他那三板斧啊。我们新兵连的时候给他练得可狠了，我都扛下来了。那该哪到哪，你等着他下连的时候，你看他什么样吧。行了，早点回去吧啊，以后别自己偷偷摸摸过来了。谢谢班长。记住我，我叫张能亮，我以后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坦克兵。好，我记住了。回去吧啊。加油啊。他什么时候溜进来的呀？啊，小子，赶紧上去看看吧，动不动什么别的地方。他不是没动吗？那他说没动你就信呐？哎呀，仔细看看啊。好嘞。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就是不断加强装甲部队对不同形态战场的理解，丰富装甲部队作战的手段，而不是减少它的规模，把战场交给其他部队去解决。我同意李营长的说法，咱们九旅本来就是全军的王牌装甲部队，那战斗力在全军那都是数得着的，如果改不好那一定会影响战斗力。虽然说现在的装备更新换代很快，被消亡消减的兵种也很多，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被称为陆战之王的坦克，现在讨论是不是有点为时过早？同志们，锐意改革和坚持发扬传统并不是矛盾关系，他们的关系准确地说是相对的。在我们工作生活训练当中时时刻刻会体现到。刚才蓝旅长和孟副旅长只是简单发表了一下个人的看法，就引起了大家广泛的争论。那么以后的工作当中怎么办呢？一定会出现各抒己见、千差万别的情况，但是我始终相信一点啊，实践永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应该有计划、有规律、科学地推进这项工作。我还要提醒大家呀，我们的敌人时时刻刻存在，时时刻刻在蠢蠢欲动。同志们，你们做好了战胜一切敌人的准备了吗？你们具有这样的能力吗？当务之急，我们应该从已经发生的战争当中汲取经验，找到敌人的弱点，同时也找到我们自己的弱点，不断的完善自己，强大我们自己。哎呀，我说王小旺啊，要下连了，这手插行，太好了，你有点像干部了，现在换习惯，换习惯，换习惯啊，把帽子洗了，把我这个再给你这个帽加上。人都到齐了没有？啊，到齐了没？来，插一个，咱能亮的，哎，亮亮，来，好，齐了，正儿八经搞一张啊，来，还是我们这个老口令，哎，我们就看这儿啊，好，预备，一班。不一般。好，来，我们再换个姿势，放松一点啊，坐下，摆正，坐下，我这地上湿的，摆正，来，摆正吗？摆正，来，牛班长啊，你也换个姿势啊，行，我想好了，来，老铁们，双击666，一般，不一般。
嘞，可以了。哎，来，哎呦，可以了。班长，你这个手势两三年前的手势，这他教我的，不是班长，我当时我也在电视上学的，得两手一起比更好。这握着把呢，这是啊，这是。对，越来越爱嘛。班长，那个我们什么时候分专业？明天。哎呦，我终于等到这天了。哎，大爷，你之前说你想学什么专业？那我肯定是车家炮都想学啊，像班长那样三证合一都无敌了。哎，那不过呀，我最想学的还是驾驶。你想啊，开着坦克风驰电掣，哎呀，还挺押韵。我还是只想学车长啊，专门监控这个炮长，哎，操控停车。哎，我勇往直前，想打谁就打谁，打打。哎，但是我听你俩说完啊，我真的于大雷，我最佩服你。啊，因为无论你，我觉得你说什么话都顺便能把班长给拍上，拍的还挺溜。我是谁专业拍的呢？非常认真的，我很真诚的。我跟你说，说真的，瞎说。哎，班长，我还是想当车长，因为我觉得我这个领导才能还是可以发挥一下的啊。你拉倒吧，你还有班长这领导才能啊？你想学什么？我选什么专业都无所谓，反正都是其他人倒霉。顶杆，其他人只能争第二的。呵呵。哎，不管什么专业哈，好好练，以后这都是可以调的。哎，刘班长，连长找你。哎，好，你们先聊。好，班长。好。苗娘啊，你这个脸皮子嘞，割下来放到那个装甲车上面，子弹都打不进。哎、我就你能说，就连根毛都伤不着这脸。今天，我们进行新兵下连的分配工作，但是我要提醒你们。不管分到什么专业，那都是光荣的岗位。什么是光荣？你们这帮新兵蛋子很快就会了解。这次分配是根据你们每一个人在新兵营训练的表现以及各连排的推荐，最后由营党支部研究决定。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坦克兵，那么无论什么专业都要有所了解，而且要做到全面掌握，专项精通，明不明白？好，下面我念到名字的请出列。首先是车长专业，严子祥。董乐忠。张晨刚。赵家宝。梁山。到。严兴。常鹏。王小旺。到。张荣山。到。杨明。到。李正书。到。王军。到。高志强。到。下面是驾驶员专业，梁志武。到。陈斌。来。王德禄。陈光明。于大雷。到。贾亚光。陈建云。李江伟。好，下面是炮长专业，岳继昌。王金莹。杨胜杰。王大奇。董可飞。吴欣欣。白喜竹。贾亚光。王涛。到。赖强东。到。张尔武。永安超。一个专业，因为人数极少，每个营只有一个名额。张能亮，张能亮，
找能量，到。旅部直属，坦克修理连。找能量，找能量，到。旅部直属，坦克修理连。咱们旅要进行部队合成化改革，裁减装甲部队，装甲部队裁装甲，合成化改革合成，明白吗？今年的新兵全部下连到装甲部队去，但是随时要根据新训成绩啊、演习效果进行考核，考核不过随时都有裁减的可能。那我带的这批新兵哦，变成了一个实验性质的部队了，要看实验的效果决定前途。对呀、啊、今年的新兵下来名单好好考虑考虑。我考虑什么呀，不就在这儿了吗？一切拿成绩说话。你这新兵下来名单里面有一个人，你重新考虑一下。谁呀？张能量。为什么？没有为什么，这关系到装甲部队的前景，更关系到咱们连在九旅的地位。合成一队，全体动员，向左转，同志们，以上就是所有专业的分配。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到了自己新的连队之后，要保持在新兵营养成的良好作风，对得起你们这三个月的付出，在各自的岗位上建功立业。大家有没有信心？有。好，大家也看出来了，这次选配新兵一步精准到位。对于一个新兵来讲，这样的打击太大了，他接受不了。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再为他争取一下。理由，他很自信，他做事出其不意。虽然我们俩在新兵连的日子里一直在对抗，啊，这我要自己检讨。我相信他是一个好兵。你说的这些优点在我这儿不成立，啊，这不是一个衡量优秀士兵的标准。对于战斗力的提升，那拥有重大的意义。人员的不断调换，对于整个基层连队乃至士兵个人，那都是非常不利的。我希望你们立足于本职工作，发光发热，成为一名优秀的坦克兵。大家有没有信心？好，各专业负责人带回。起步走。炮专业，都有，向右转，右转来，炮步走。
哎，这就是咱们的修理间了啊。哎，慢点啊。行，来了，哎，咱们昨天见过哈，欢迎欢迎欢迎啊！哎，那个大家伙儿，来来来来来，哎哎，大伙儿把手里的活儿都停停吧啊！来，来先集合啊！那个咱们欢迎一下咱们的新战友啊，张能亮同志啊，行，向右看齐，向前看，欢迎。张能亮到，向左转，来啊！动不动啊，动不动啊，哎，小南门，哎，千万别动啊，这是咱们班的老传统啊，打今儿起啊，你就是咱们坦克九旅最牛的班，维修班的一员了，光荣啊！怎么着不相信啊，我给你介绍介绍啊，哎，这位人送外号杨一锤，这个啊，杨东升，你好你好，哎，力大无穷，力大无穷啊，习惯了，哎，不好意思，别人下履带得十锤，他一锤定音啊，还有这个一只耳，哎，班长啊，可牛啊，对对，真名柯宁啊，总叫外号，真名我都快忘了，不是龙的意思啊，他这耳朵听力超群，咱这坦克车从他面前一过，他就能知道是什么毛病啊。院长，哎呀，别装了，快点来，来来，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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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对了，还有这个，是咱们九旅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啊，严重了。啊，不严重，霹雳娇娃，来一段，来来来来来来，好，你好，无人生，霹雳娇娃，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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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手有点白啊，班长，哎呀，别介意啊，这个比什么都好啊，是。它是富含丰富的硅油，是吧？多凑点，哎，多凑点，以后习惯了就好了啊。哎，对，还有那个，哎，那个是大名鼎鼎的《神雕侠侣》啊，航车、塔吊、起重机都能行，雕的是又快又准啊。咱班还有好多呢啊！哎，班长啊。您还没介绍呢，对呀，啊，班长，对对对，忘了忘了，我呀，也起了一个雅号，浪得虚名，叫铁甲神医张明峰。耶！哎，这帮臭小子，你看，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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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我带你到宿舍看看啊。我就要和这帮人朝夕相处了，我的天哪，他们是在修理连漫长的生活岁月中都疯了吗？咱们一连啊，在一楼，二连在二楼，那个新兵手册呀，哎，看这边，这边，哎，给我丢人啊，跟没见过似的。那新兵手册都带了没有？带了，带了，没事得看啊。里面是装真包。郝宝军，对，上。哎呀，哎呀，来吧，给我推。没事没事。怎么样？挺好的。好。嗯，你们后面这是利索点，快点。介绍一下啊，这是郝宝军、陈建、赵帅，都是咱们这儿老兵。啊，几年兵了？八长，跟你这么久，你说第几年？
两年兵。我跟你开玩笑了啊，七年老兵了啊。那个下连手册你们要学习，主要有不会的事儿问老兵。啊，学习加油，向老兵敬礼。训的行吗？以后班长没问题，不行你再给训训。班长啊，那以后我们作训都是老兵带着？当然，老兵带新兵，这是咱们部队的传统。你说你这问的都是废话吗？一辆车啊，三个人，你们三个坐进去行吗？行啊，我觉得可以啊。行了，别闹了啊，赶紧找自个儿的名字啊，床铺，把东西都收拾好，快上来。来，这屋呢是咱们的学习室和阅览室，平时学习看看书查一些资料都在这儿啊。江湖牌王这都敢评的，低调点啊，出其不意啊，低调低调。什么江湖牌王，这就是明显的江湖牌老。玩过吗你啊？玩过斗地主吗？没玩过。看看这个玩的是智商和配合，知道不？真是啊。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实力走心，知不知道？知道什么呀？我都不知道。哎，班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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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带张能亮同志也熟悉了一下咱们周边的环境。这个新来的同志，以后希望大家能多帮助他。哎，收拾收拾，收拾起来，快快收拾。张能亮，来，这个就是你的铺啊。你住这儿，那个是班长的铺，有什么事儿啊跟班长说也方便啊。来，这个是咱们班的整理柜，所有人的衣服啊东西啊都整整齐齐的放在这里面，干净整洁，整齐划一啊。紧步兵、松炮兵、稀稀拉拉坦克兵，咱们叫笑傲江湖修理兵。为什么呀？咱们懂技术啊，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来吧，来，行行行行，快坐快坐，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对，慢点啊，小心。什么意思啊？嗯，干嘛呀？让你感受一下集体的力量和集体的温暖。要想把这个坦克开起来啊，啊，三个人就够了。嗯。可是修坦克必须得咱们大家伙一起上，而且分工明确，知道吗？该吃吃，该喝喝。啊，洗漱完了钻被窝，保证好休息，明天咱们好好训练，先泡泡脚解解乏啊。来来来，拿上来拿上来，来对，这苹果啊别看不大，吃特别甜，头部是来来来来。行了，你们也别看着了，怪不好意思的，去洗去吧啊。哎，好，来来来来来来来，班长别客气啊，吃吃点。班长，嗯，感觉你们班挺，真挺不一样的。慢慢习惯习惯就好了啊。当时并没有打我，而是我自己滑倒了。你要是发育慢的话，我们会被团灭的。哎，我都长这么大个子了，我还发育慢？Yeah!
弟，你们班那个活蹦乱跳的猴子怎么跑回去班去了？那么多事儿啊！班长，你还没有啊？我从你拿一个。看什么呢？张能量现在很隐忧哎，跟他们这么快就打成一片了。那是做给我们看的。快吃饭吧。一、二、一、一、二、一。有人。老婆，立地。张能量，出列。杨一锤到。带队，你们先回去啊。是。起步走。班长有个事儿要求你。啊，你直接说就行。我有个侄子，这就是爱玩游戏，废寝忘食的，谁说都不行。结果前一阵儿这家里面啊，是为了不让他玩，把他一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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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啊，还是什么什么文呐、啊，是烧了还是没了？铭文融了。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下好了，离家出走还要自杀。所以班长知道你在地方上有这个特长，你帮我解决一下呗。班长，你是真的想问我这个问题吗？真的，说到你这儿啊，你也挺好的，没什么。班长知道你心里头苦。我不苦，我挺开心的。瞎说，我来时候我都苦，咱班谁不苦啊？来的都是想开个坦克，当当当上战场打的。好好好，班长不说这个了，我帮你侄子解决这个问题。真的，谢谢谢谢。你把那个身份证号给我，问问他。身份证号。然后我现在没手机，我需要打电话给客服，所以只能借你手机用。这儿呢，班长，没有密码，开机就能用。我还有个请求。说。我能自己打个电话回家吗？喂，爷，我现在下连了。啊，我到了这个坦克连。对，但是现在我们班长给我发的是那个炮长手册，他让我自己先看，先自学，有什么不懂的呢再问他。坦克里面我惊觉过了啊，看得我是眼花缭乱的。我争取快一点把坦克摸清楚啊。你放心，我肯定会在业务上拔尖的啊。我知道。那你保重身体啊。啊，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自己。你这干嘛呢？弄半天了。对，我发现清洗装置有点问题，现在。你别光查那儿啊，你顺着这线路查查，看看是不是别的地方的事儿啊。哦。
左转，加油打劲，解开。同志，副班长。哎，常班长啊，今天我们熟悉车场啊，你这是第一站。好，欢迎啊。那个，等一下啊。哎，那个大家伙把手里活放一下，来来来，集合了，集合了啊，第二盒。来来来，快集合了，集合了啊！把手里活放一下，来来来来。初步这个模拟训练，我们快结束了，以后多往你们这儿跑了得。哎呀，随时欢迎啊！哎，那个各位新同志啊，只要这个铁疙瘩，但凡有什么毛病，随时开过来。小毛病半天，大毛病三天啊，我保准让你们杠杠硬气的把它开走啊！谢谢张班长，谢谢张班长。你不用客气啊，那个这就是我们维修班的全体同志了啊，日后都能熟悉，我就不给大家一一介绍了啊，是吧？那个少个人啊，哎是啊，张能亮，哎张能亮，张能亮，张能亮，到。你跑那里面干嘛呀？来，来，来，快入列。这都集合呢，你跑那儿干嘛去？啊，报告，我想着还有点活，我说干完得了。啊，行，那个我找个老兵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啊，那个报告，讲班长，我来介绍吧。还是找个老兵吧。我行，虽然说我是新手，但是照本宣科没问题的。行，那就你出列。其实我们的维修工作呢，就是针对坦克在使用过程当中，包括在战斗的情况下所造成的一切损坏进行修复，保持和恢复坦克的战术性能和技术性能。哎，娘娘，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我们拆解下来的坦克变速器。哦，变速器啊。因为坦克的电子系统和光学系统相对比较精密，我们拆完了以后呢，会放到楼上独立的车间进行维修。现在大家看到的呢，是我们拆解下来的坦克发动机，12缸的，旁边是钢体，这是钢片，这边是进气孔，这些线路呢就是油路管。只要对这个感兴趣，他就能学好，没兴趣都白扯。张能亮到我这儿来表现不错。真的吗？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操作间，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平时拆解下来的零件，而这里呢就是我们维修数据实时传输系统，你们可以随意观摩一下。报告班长，介绍完毕。好，干活吧。介绍的还行吧？嗯，好。哼，这衣服怎么总跟包了浆似的？干活嘛，可不就这样。行啊，不耽误你们工作了，我们先走了。行，随时欢迎。好啊，要蹲，就要蹲，一二一。这是。刚下到我们旅的一批新装备，都是刚刚定型入役的，接下来呢就是要尽快形成战斗力。厂家也给我们派来了很多的工程技术人员，现在就住在我们旅的招待所，大家尽快和他们接头，尽快的熟悉装备。原有的工化、导弹、炮营，还有新成立的陆航和支援保障，要尽快抽调业务尖子过去。陈政委，这件事情由你来负责。好。新装备来了不少，
但没有一样是装甲部队的。现有的财力、人力，要在最关键的环节投放。坦克这一块是我们九旅的强项，不是当务之急。孟副旅长，来，你看一看，这是我从战区参谋部争取来的，这可比来几辆新坦克和新式装甲车意义要重大得多。坦克主动防御系统的地形试验，这个霸气！战区要对这套系统进行载人实弹试验，这样的好机会我是不会错过的。我连打了三次报告，三次啊，战区终于批下来了。我就知道有好事啊，旅长是不会忘了咱们装甲兵的。孟小海，到。这次的危险系数可是已经到顶了，一点不亚于坦克全天候的载人空投试验。政委，不怕，如果这试验搞成功了，对我们装甲部队会上一个新台阶，那才叫扬眉吐气呢。有你这句话就好办了，这次系统的试验，我们全旅上下全力支持。整着了，啊！可以啊，啊！我好小子，林正，我和一人搞了半天都没搞清楚。哎，哪儿的毛病啊？发动机没毛病，是冷却系统的故障。哦，这么回事啊？光想着大毛病了。你们老兵经验太多了，有的时候容易想得复杂。这活适合我。能量说的对，听见没有？其实有时候不是什么大毛病。就是干多了，干油了，不细心了，以后都细心点啊！对，夫人。说实话，这可不是心细那么简单。再说了，他才来几天啊，就能干这事儿，对不对？对啊，他是聪明，什么事说一遍，马上就记住了，相同的事儿再也不会犯。就是，班长，难怪他觉得分到咱们班觉得委屈。你说。他要像现在这样，能分到咱们班，是不是？什么意思啊？还瞧不起咱们自己了啊？就是，不是你就别操心人家那事儿了。能不能来，也不是你说了算的；可不可惜，也不是你说了算的。把自己活干好就行了啊。不是班长，其实我们也是替他难过呀。毕竟谁都有想当坦克兵的梦啊。好，观摩结束。各位，这是厂家给我们提供的无人试验画面。如果不是慢放，光凭肉眼是看不到坦克主动防御系统的工作过程。两枚组织弹从发现来袭导弹到主动防御过程不到0.8秒的时间。士兵到，你说说吧。是。视频里我们看到的是无人试验。而我们要完成的是载人实验，天壤之别，这个难度太大了。哼，不难，旅长能把这项任务领过来吗？是。不过，我们从这套系统里可以看出，它不仅可以拦截从正面和侧面发射过来的导弹，还有火箭弹，而且还可以有效的防御攻顶弹的袭击。这样一来，我们的坦克在整体的防御上也就有了一个极大的提升。可以说是树立坦克陆战之王地位的关键技术。是。汉元到，你也说说吧。关键是运动轨迹追踪器的使用，开启的时机要非常的精确，这对车内人员是一个极大的考验。这次呢，我们打的是实弹，1秒钟600米，稍有不慎车毁人亡。这项任务呢，我想交给你们一人一脸，能完成任务吗？是，保证完成任务。这是驾驶员的位置。这个是什么呀？那叫并列机箱。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四，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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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祝班长新年快乐，新年快乐，龙马精神，虎虎生威，一块儿唱个过年的啊喜庆的歌，好，预备，唱，筹码快乐，能量，你想学什么？我选什么专业都无所谓，反正都是其他人倒霉。灵感，其他人只能争第二的。呵呵，你们说我们什么时候能上坦克？你们等着啊，马上我就把坦克开回营区给你们看看。干嘛呢？哦，我调整一下炮塔位置啊。你们班长张立峰呢？他到二营去试车了。不是炮兵三营的。这辆车修好了吗？通知我们再取车了。嗯，签个字。哎，你是刚下连的吧？是啊，这是我们排长，明白吗？然后呢？怎么和上级说话？你们班长应该教过你吧？不卑不亢，但是要注意分寸。你这个态度像话吗？你要我怎么样？面带微笑，我不是服务员。你怎么说话呢？你还想不想干了？跟你说中了，就是不想干。你这个兵怎么？没事儿。新兵闹点情绪很正常。走。干嘛疼死我了。哎，你再给我来个6公里都没事。班长回来了。哎，你是看他们兄弟我放心。班长放心。我疼死了后背。哎。啥玩意儿？王小胖，到。你那通讯口令背怎么样？报告，背全了。可能还差那么一点点喽。哈哈。你怎么躲着？你干嘛你？我要吃了你啊！你倒躲着我干嘛呀？哎呀，班长，你这想哪去了？我能躲着你吗？上车还紧不紧张了？别老骑我躲儿，这么多人，班长，我跟你讲，我现在上车那状态杠杠的，谁也不好使，老鼻子厉害了。嗯，我还不能说你了啊，不能接你短了。能，我是不是这意思？你看人大雷，我比你们强到哪儿去了？还笑，人大雷就是状态比你们稳定，你们悬着点。哼。对，最近啊，我有点自己的事儿啊，所以你们训练呢，我就不去盯着了。你们啊，自个儿盯自个儿啊，别影响训练。放心了，班长，
有这么几个优秀的老兵带着我们训练，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对，啊，没问题。班长，你这个看的什么呀？给我们也看一下不？真的，给我讲一讲。露眼，给我们长的心理职业，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班长，看一下。想看？想看？就看一下。看看。看一下，班长。哎呀，班长，你那就看。来，班长。别急，别急，别急！哎，你搞一张，轻点。哇，真的，奖项获奖典礼。班长，你真的要动用你的真身，亲自坐到坦克里，然后让炮弹打过来啊？那当然了，这样才能试出效果呀。班长，就是正面射击还是侧面射击啊？要正面射击还好，装甲厚度大。那侧面的话，班长你不是死定了吗？哎，不是你老你们不相信我，这够了！你盼着我死是不是？班长，我就担心你嘛。跟你们说啊，哎，给我这个防护和火力啊，啊，是这坦克存在的价值。但这两点相比，火力永远比防护发展的更快。所以我们这次测试呢，就是要我们的坦克啊，从这个被动防御向主动防御的转变。哎，我在图书馆啊看过这个穿甲弹的设计效果资料，三代坦克正面攻击二代坦克，那一炮打过去就跟切豆腐一样啊！真的假的？那行，真的呀、啊。这个打过去之后啊，炮打倒是没事，就是那个里边吧，密密麻麻插的全是钢片，那班长在里边真的很危险的。别老说这个，很危险的那个。说说，连长，连长，连长。是不是刚才拉电瓶不够累，想要再加训一个三公里？有事儿啊？没个样儿。我告诉你们啊，你们班长有紧急任务，时间紧，任务重。以后没有特殊的情况，不要打扰你们班长。一切等实弹测试结束之后再说。听见了吗？听见了。听见没有？听见了。跟我去趟孟副旅长那儿。是。那班长，这个算不算抽调演习啊？安心了吧？刚才连长说什么了？报告，连长说让我们出去再加个三公里。还愣着干什么呀？走吧。哎呀，我走吧。哎呦，我这个腰啊，我估计不行。不是，坚持，坚持，坚持。班长。哎。好了。你来看看吧。好了。嗯。行啊，挺快啊。你看看，检查一下啊。下个月啊，我就给你申请这个二级资格证，这个考试资格啊，这可是别人两年都不敢想的事儿啊。哎，明亮，你说你在新兵连，你要有这劲儿，多好啊！是啊，那野战部队不随便你挑啊，是不是？装甲营看不上，咱都不去，直接调参战大队去，是不是？是啊，肯定啊。我就去坦克里。哎呦，哎，你小子倔呀啊！那可是你伤心地儿，是不是？去去，干活了，来来来。干活了，干活了。
哎，这张能量快来了一个月了，咱是不是也该给他起个外号了？哎，对呀，有道理，有道理。等会儿啊，我得提个要求，外号可以起，但是啊，必须得好听。放心吧，必须的，那肯定啊，班长。啊，有了，说，黑猫警长。啊，怎么样？什么呀？啊，怎么整啊？拍动画片呢呀？你们还不装丫呢？他这多霸气啊！你看这是。接着再想。我觉得吧，我觉得啊，这个，铁甲神医，石亮亮。哎，这怎么样？挺好听啊，这个是挺有点意思啊，挺溜的啊，挺溜的，挺溜的，这个挺好。什么这个？啊，我不干了。